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维克视野，收看本期的汽车资讯。说到皮卡，都知道在国内一直被限行，但是在国外却是非常热门的车型。就连奔驰为了丰富自己的产品阵线，也推出了皮卡奔驰 X Class， 预售价29万起。今天就带大家一起来看看这款车。在外观设计方面，整体设计的中规中矩，毕竟算是入门级皮卡。前脸套娃了奔驰旗下 SUV 车型设计，中网延续了奔驰双条格栅，内饰融入了奔驰较大的人字形车标，熏黑的大灯相比其他 SUV 略显小气，但是熏黑处理的前保险杠加上发动机盖板上硬朗的线条，拥有美系皮卡的肌肉范儿，侧面线条流畅自然，并且搭配了脚踏板和车顶行李架，无疑增加了这款车的实用性。车身尺寸方面，长宽高分别为5340、1920、1819毫米，轴距为3150毫米。内饰方面，奔驰车的内饰可以说非常豪华。这款奔驰 X 级同样延续了奔驰一贯以来内饰设计风格，根据不同的车型，采用塑料、木纹或真皮包裹装饰。中控台采用一块8.4英寸的液晶显示屏，下方的空调出风口设计很有特点，并且三幅多功能方向盘和双炮筒仪表盘增加了车内运动气息。动力方面，奔驰 X 级依旧会提供汽油与柴油两种选择。传动系统方面匹配的是6速手动或7速自动变速器。更多精彩汽车资讯，点击关注维克视野了解更多。